笑颜如花，他曾把我手紧抓，最后却把我丢下。你何必怪他，三言两承诺也曾争执啊。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有这样一群人，你记得他冲你微笑时上扬的嘴角，记得他对你说话时每一声的语调，记得他身上好闻的洗衣粉的味道，因为他们才为我们的梦投射出闪闪的光亮。西西，西西，快起来了，都叫你好几遍了，你爸今天脸色都不好看啊，快点，你想什么呢？妈，你真好。来，大家看一下这道题，这明明是道送分的题，不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做错了。很明显 A 和 D 是不对的，那么 B 排除了就剩下 C 了。老师，那个 B 我还是不懂，能不能帮我讲一下？好，大家先看看书先。怎么才来了？起晚了。从这儿啊翻出去就行了。哎呦，你能轻点吗？快点快点。哎呀呀呀，不行不行。哎呀，你下去。哎呀，笨死你了。你看从这边到那边，你帮我看老师，我先过去。哎，手把这儿很容易嘛，是不是？过来过来，来来来来。哎，陶冶，我怎么办？哎，快过来呀，你下这干嘛？哎呦，笨死你了！快点！哎呦，哎呀，哎呀，我哎，过来快！哎，快！哎，快！干什么呢？赶紧下来！早，老师。站好了，要挺直，别说话。又逃课又跳墙，你们这什么样子了？真是。老头，不是老师，那个是我硬拽徐正熙出去的，这事跟他没关系。你要罚罚我一个人好了。不，老师，是我要和陶野一起去的。都是好哥们儿是吧？都给我站好了。我告诉你们啊，你们今天给我站到放学为止。你傻呀，你脑子是不是有病啊？你是学习委员，跟那个老头求个情不就行了？瞎起什么哄啊？我乐意。怎么累了？陪我罚站好玩吗？你说呢？嘿，好玩。切，要好还长脾气了。哼，呀，还摆我？让你摆我，让你摆我，干什么呢？都给我小心点。Thank you.
时迟，那时快，一道白光闪来，他一剑把他们全杀了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我觉得，不行，我觉得你特别适合当那个女侠，她的那声咻的那一下，你这么喜欢武侠小说，干嘛不自己写一本啊？哎，对，就是啊，你把咱们班的人都写进去。嘿嘿，那我一定是最帅男主角。得了吧，有我这个女主角在，还轮得到你？哎，你们俩怎么能当？我心中的男主角一定是……江湖笑，恩怨了，人过招，笑藏刀。红尘笑，笑寂寥，心太高，到不了。明月照，明月照，路迢迢，人回老，心不老，爱不到，爱不到，放不掉，放不掉，忘不掉。那我们呢？我们呢？我喜欢呢，徐正熙，赶紧把它写成电影啊！电影？对啊，你不是说拍电影吗？好像从这个时候开始，好玩，没想有个小小的梦想，怎么不可能？就在我心底里生根发芽了，不可能啊！对啊，对啊，正熙啊，嗯，这陶冶追顾雪，你那么积极干什么？兄弟嘛，是吗，正熙？你是不是喜欢陶冶呀？你说什么呢？哦，没什么。哎，你就告诉我嘛。没有。说嘛，你就告诉我。哎呀，没有，真没有。知道了，没有。陶冶。说了没有？早就知道了。没有，没有。同性恋是吧？来来来来，拨开，让我们看里面有什么不一样。来来来来，拨了拨了，拨了。你们干什么呢？你们干什么呢？哎，你哪儿冒出来了？别过来啊！我可练过呢，练过，练过，嚯，嘿，打他打他，打啊！见义勇为是吧你？路见不平是吧你？这里，嘿，干嘛呢？八中的赵小布，关你他妈什么事？他谁啊？你们俩赶紧滚！好好好，快走快走快走。少他妈废话！你们都小心点。你还好吧？还好啊。今天谢谢你了。哎，小意思。那几个人也太混蛋了吧！老是欺负你。没办法。啊，对了，我朋友还在那儿呢，你先走吧，我得去找他。你朋友？你朋友怎么样啊？怎么没看他？哎，这么快啊，搞定了。我是谁呀？你没事吧？你都来了，我能有什么事啊？你们俩认识啊？对啊。刚刚还吓我一跳。今天谢谢。哎，你手怎么了？哎，等我一会儿，那边有个药店，我马上回来。哎，没事。等我一会儿。哎，没事。等一会儿。他谁啊？不认识。难不成是路见不平？应该是吧。就他那花拳绣腿，有意思。有啊，感兴趣啊。哪儿跟哪儿？就是感兴趣。没事吧？真没事儿，没事，我撤了啊。嗯，走吧，你忙吧。走了。哎，对了，下次别再帮我了，要不他们也说你是同性恋了。本来就是，爱说什么说什么去呗。走了，拜拜。他人呢？走了。他手上还流血呢。哎呦，别管他了，他皮厚着呢。哎呀。
那也好吧。哦，对了，宋小可，徐正熙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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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，行了。哎，说真的，以后别再帮我了，我朋友会来帮我的，而且，哎，没事儿，只要是我见了爷，会路见不平拔刀相助。嘿，走了，一起走吧，走吧。哎，拿药。哎，同学们注意了啊！我今天要讲这两种解题方法非常重要，大家一定要记住了。第一个是奇变偶不变，符号看象限。第二呢是一的灵活代换法，一等于 sin 阿尔法的平方加 cos 阿尔法的平方又等于 tan 的四分之派。大家来看一下这个例题，这个例题就用到刚刚说的那个。停课。你们看好了，老师要变形了。哎，爱童，我觉得那个陶文如特别像你。长大你这让人。好好好，别闹别闹，我今天学会一个超酷的转身，我给你们看看。不好意思啊。神经。哎，别那么小气嘛，我们在玩呢，是不是正熙？啊，嗯，啊，有这个闲工夫，还不如多看看书呢。你怎么知道我没有用功读书啊？这次月考我肯定考得比你好，要不然咱俩打个赌。如果说你要是输了的话，你就要为我穿一天裙子。我凭什么跟你打赌啊？哼。我看你是没信心吧。行，我答应你，要是你输了呢？嗯，如果我输了的话，那我就在全班同学面前唱首歌给你听，怎么样？谁稀罕。但是你要是输了的话，你可为我穿一摊裙子啊。哎，那我可就当你答应了。就好像气喘吁吁的时候突然喝了一口冰可乐，好像大雨初停的那一刻天边出现了彩虹，后来才明白这种感觉叫心动。嗨，正熙，待会你先回吧，我和朋友打完球去。好，走了，拜拜。拜拜。哦，对了，啊，喏，给你吃糖。走了。哎，怎么了？这个怎么吃啊？这都不会，还要我教你吗？来，我教你，拿着。这个是要这么吃的啊，
死人了。嘿嘿嘿，你要吃吗？我可不吃。走了，回家了。哦。叫你等一下。给我拿过来，整天都不务正业的，有这功夫多看看书好不好？明天儿子又没有课，就让他看一会儿呗。就你惯的。别看这些没营养的东西。不信文，来六五四三二，有请摩洛地 CEO 耿乐先生。耿乐先生您好。你好，感谢您能接受我们的采访，很荣幸参加这个节目。耿乐先生，据我所知，摩洛地是我们一群垃圾社交软件，您能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吗？就这样社会能好得了？摩洛地呢是一款新兴有趣的同志社交软件，你可以通过 blued 发现身边的好基友，查看他们的个人资料。正熙，你是不是喜欢陶冶呀？你说什么呢？我是不是和别人不一样？我是不是真的像爸爸口中说的那样不堪？从那一刻开始，他注定成为我心中一个埋藏很深很深的秘密。喂，郑熙，嗯，怎么了？无精打采的？没有，没有睡好。是不是昨晚干什么坏事了？我又不是你。好，不闹不闹不闹，你帮我看一下这个单词什么意思。陶冶，我送你个礼物好不好？什么？你看，这是我昨天晚上给你搜的顾雪的个人资料，他的生日，种种东西全在上面。太够意思了，回头请你吃饭。哎，他胸围你怎么知道？徐正熙。嗯？你看一下，这是下周的学习计划表。哎，来来来，班长你坐，坐，坐我这儿吧。我等一会儿看啊，我先帮他查个单词。哎呦，什么单词啊，人家是班长，哪有时间等你啊，我来查。要不你看吧，我帮你查。那谢谢班长。看什么？给我看看嘛，别那么小气。哎，来来来来，一起看一起看。到底喜不喜欢陶冶啊？那你是想让我喜欢还是不喜欢？陶冶，我听到正熙的声音。你想多了，走吧。
他们没完了是吧？今天谢谢你啊，又帮我一次。哦，这些是不是喜欢陶雪啊？陶冶。行。我怎么会说陶雪？我要靠后一点，对，你还没到那个点，就你俩有一点点差距。啊，好，可以，再来。陶雪啊，陶雪是不，这不是这个，这不听什么呢？这机会难得。哎呦，哦。你的笑如沧海月，风干了岁月。明珠如有泪。停车！别乱动！停！哎，那个胖子。间爱如烟吹散了那些。哎，你接一接。沧海的誓言，只要你回头，就能发现我。